这是90%人没吃过的，说真的口感很棒，可以吃脆的，也可以吃放软一点吃，硬的时候清甜，软一点会更甜，甜度可以高达18-23%。姐姐叔叔阿姨帮忙点个赞嘛，弟弟家的栗子都成熟了，2个月没有上个热门了，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我们大。哟我的乖，小乖了，卫龙贪婪乖，非常漂亮。哟我的个乖乖，靠，不管贪不管贪不管贪，我靠，一探探哪里啊？干不干的？完蛋不完蛋？我的个鬼！一脚探哪里啊？听说你们还在吃普通的李子，又酸又涩还不好吃，赶紧扔了吧！来看看我们的高山红脆李，脆甜脱骨还化渣，才几块一斤，不信你来我直播间看看。哥哥姐姐看到帮我点个赞吗？你看我家李子好好哦，把树枝快给它砸断个了。今年大丰收，树都被压断了，地上掉了这么多，怪可惜的，还不如我便宜卖给你们。就这种品质呀，又红又脆又甜的，来我直播间。当农民啊，实在太不容易了，种地的时候盼丰收，丰收了又发愁。今天我决定了，就给你挂在下方小黄车。朋友们，求求你们了，帮帮我们农民吧！看一下，就这么好的杨桃，再不摘下来，都要烂在树上了。哎，今年的农民啊，也太难了。如果说你们喜欢吃杨桃，帮忙点个小爱心。像这么好的杨桃呀，我把它呀就挂在下方小黄车，价格呀真的很便宜，你们呀一定要带一份尝一下。我们农民呀，种出再好的梨又有什么用？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么好的梨，它怎么就卖不出去？朋友们。如果你们喜欢，十几块钱给你发满满一大箱，还包邮。一块就一块，咱们农民啊，辛辛苦苦种出这么好的玉谷甜瓜，一块钱一斤都没要。看，你还去到坏人那里卖十几块钱一斤的玉谷甜瓜，咱们这种玉谷甜瓜不好吗？咱们这种玉谷甜瓜脆甜脆甜。如果你喜欢吃，我就挂下方小黄车。一块就一块，那个时候芒果7-8块钱一斤，吃不起的朋友，你出来。我们家的芒果呀，5斤只要12.9块一箱，我就挣你1块钱，你还吃不起吗？下方小黄车就有，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好品质。嗨呀，李子你们都吃过，像这样血红血红的玫瑰李有没有吃过？它有那种清香的玫瑰味，口感非常好，嗯，软糯香甜哦。5毛就5毛吧，在我们产地呀，5毛钱一个的梨，你们感兴趣吗？脆甜多汁的，皮薄肉厚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只要你付个快递费，我就给你发满满的一大箱。种出年的时候啊，想着丰收，丰收了又发愁。看一下，这么好的红杨梨酱，因为我们没有销路，被他们呀低价收走，一转手到你们那里啊，最起码也要7-8块一斤，那也太贵了。今年啊，我决定自己卖，就挂视频下面小黄车，20几块给你们发一箱还包邮，我啊多一分也不挣你们的。气死我了！听说这样的哈密瓜在你们那里啊？还要20-30块钱一个，你看一下，哇，嗯，特别脆甜，10几块我就给你发满满一大箱。朋友们，红杨梨酱垮价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年产地大丰收，来发一个给你们看。红杨梨酱吃起来啊，水分足，纤维少，凉拌炒菜啊，又鲜又嫩。来我直播间，5斤一大箱，只赚你2毛。朋友们，我拍视频呢，我就想帮帮你们。像我们家这么好的芒果全在树上挂着呢，都6月份了，如果你们喜欢吃，你帮帮我来我直播间播，一顿早餐钱给你发整整一大箱。看我们农民呀，实在是太难了，看看种出来这么好的芒果被那些坏人啊2-3块钱收走，居然卖到7-8块。我今年啊自己决定自己卖，相中的芒果我一箱只卖10几块，给你们包邮到家。